又，嗨，有发现我今天剪头发了吗？念念晚安，北极星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台萌偶像吗 ？Hello Hello， 有又吗？又还好可爱。昨天我是昨天吗？前天我前天去剪完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很难过，因为他剪的太短，然后我就怎么变这样子，很奇怪耶。喜悦，晚安，周小姐。音乐 ，music。DJ 晚安。谢谢 DJ 送的蓝色应援棒，风望晚安，浪客三五五四一二七晚安，谢谢 DJ 送蓝色应援棒，吴一凯晚安，好像更有气质，真的吗？不会短吧？没有，他昨天，而前他剪完的时候，他有点这样哎，就是有点太上面，然后我就怎么会变这样子？维尼晚安，燕晚安，下午时光 ，Hello Hello， 家树晚安，思源晚安 ，Joyce 加言晚安，晚安，空白晚安，可尼阿德森晚安，刘海变多了，真的吗？好像有一点，就是变有厚度，蛮可爱的，谢谢，萱萱晚安。其实那时候我剪完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，怎么会变这样？然后我就跟我妈说，我就要剪坏了。我妈就说，没办法啊，你自己要就要剪的。然后她那时候就我说，真的很丑哎、欸。然后就说还好吧。然后就回家的时候，她就一直疯狂笑我，她在那边看着我就这样，超好笑。Tom 晚安，不过礼拜天双眼比较可爱，知道吗？我就后来发现好像意外的适合。人寒白八蝶晚安，我黑眼圈是有点重，像有点重，要遮吗？黑眼圈不用，自然。国树晚安，陈前排被柱子挡住的人 ，Hello， 明天国立生日的玉安，要先跟你讲生日快乐啦，因为我明天不会直播。玉安生日快乐，黄鱼晚安，浩逸晚安，张手银牙黄晚安，微笑，微笑，微笑，拿铁不加糖晚安，令妹姐晚安，噔噔噔噔噔。安安高冷安安，我那时候原本想说打事故，结果被驳回。噔噔噔，火焰晚安，西恩晚安，命晚安，牛排晚安，进步蛮多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这次失误有点，就是跟上次比的话，多了有点多。其实，对啊，小难过。哈瓦哥晚安，七十二四七二晚安，谢谢神命送的我来先到，晚安 ，Hello Hello， 哈瓦哥比较有自信了吧？好像有，我觉得我这次有人想要计划，可是我发现我是冷场王，看起来，那可是我后来就好像觉得有点尬嘛，今天看好可爱，谢谢七十二七二，你有来吗？你坐在哪里？庆玲晚安，让我们来放个什么好嘞？嘟嘟嘟，这个。晚安，钢铁安粉晚安。抱歉看你看了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大家再不要怕钢。
我觉得一家很厉害，他很会接话。阿米晚安，就今天才有看到。家人，真的吗？没有进来，没关系。那你那个嘛，六月有抢到吗？只看一下。Hello， 阿龟晚安。魏征吧。可是他是那个魏征嘛？因为我不知道要念魏征还是魏征啊，平常念魏征。今天的发型怎么不好看吗？我刚剪完，要等他一下，进步很多。真的吗？谢谢桃花哥流浪到频道，还有小动物有看到。那你有最后剑兽你有看到我吗 ？Hello， 公车迷晚安。我爸爸讲就 Hello， 有跳出我没看到呀？对，进比较长。没有，大家没看到我。我跳完的时候，我就跟姐姐说：“怎么把我跳错了？”然后姐姐说：“没事，你就装大家都没看到。”阿贵仔晚安，晚安看起来小小只的，很可爱气场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因为我本人真的蛮小只。哇，发型蛮好看啊！真的吗？就变短蛮多，又没到这里。套艺晚安，谢谢月送 love。剪得很好看，谢谢公车酒桶花，谢谢玉安鱼尾狮晚安。第二排的小学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超明显正中间，第一次看到秘书 Kate 晚安。剑兽没有假装我没看到什么啦，到底有没有看到啦。 Jack Hello 有跳错吗？没看到，谢谢。没跳错，对，我也觉得。这是什么荔枝哦。姚晚安，重点是熊，我有看到那只熊叫什么？是R6熊吗？是吗？到时候继续跳，我们会你在 solo， 对，就是继续。我那时候犹豫了一下，我还是我会后悔。座椅晚安，这个刘海还可以吗？谢谢玉安送玫瑰。 Miso 可爱吗？ Miso 圆圆的。北斗之秋我现在送满天飞机，我希望看到卡位。这谁？这是安，我剪头发了，怎么还好吗？ Hello 天天，眼睛也这样重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蛮可爱的啊。 Miso 圆圆的，你这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，就是以看名字来讲，然后对上本人就，原来长这样哦，这样变成新鲜柠檬晚安 ，Kevin Ray 晚安 ，John 晚安，谢谢变成先生的油桐花，玉凡送贵族玫瑰，谢谢你，小白兔晚安，你的刘海怎么了？被剪坏了啦？怎么了？为什么？很可爱啊，奥尔良考试，晚安，安，晚安，小白兔。对啊，我已经好比前几天好很多了，觉得还不错。真的吗？天天都是要夸奖还是他 diss 我吗？没坏了，看看看。谢谢新人送的偷偷喜欢你，谢谢锦衣卫。你喜欢这发型？真的吗？谢谢谢谢 ，MJ， 贝拉公主，凯凯，是吗？在地板上按很棒。我有看到内内，那内内盯着我说，我就一直很尴尬，怎么办？我要跟他盯着看吗？又要看吗？然后看一下，转移目光好了。又蛮可爱的吗？真的吗？谢谢。那之后就这样吗？钢铁很粉。送了油桐花，谢谢俊颖晚安 ，Zing 晚安。等下我还没吃饭，因为我刚刚一放学我就陪我朋友去改裤子，然后才回到家，没有时间。护卫晚安，哎，怎么知道那是我？因为第一排只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就是那样慢慢哭，好吃饱了。
哎，大家吃了吗？熊猫 Forky Taki Hello， 谢谢阿坤，又来了。应该是还在有点呆呆的状态。富贵晚安，豆豆酱晚安。稳定的生活真的，每次都吃播。欧梦晚安，火焰晚安，还没饿，快吃快吃生豆花。我前几天在台北买了豆花，然后带回来台湾，就是明明康城那天我去买了豆花，结果呢我就忘记吃，忘记吃，然后我妈就说我帮你吃掉，因为我原本想说要带早餐去学校吃的。安安可爱等等，谢谢看安安很尴尬，我就好转一下好了，就是先看别人。激动猪，以为坏掉了。杨雄晚安，什么东西？怎么以为坏掉了？坏了就是真的吗？哎，现在七点。吃饱了，赞赞赞！走到飞，晚安，青龙珠。豆花隔天吃，对啊，豆花不能放太久，其实因为会酸掉。嘻嘻 ，Hello， 嘻嘻。安安接下来礼拜六吗？对，是礼拜六。Hello， 小维。然后乖乖，因为我刚剪完。对，那个比较不一样，我这长度也变了，就是以前大概是到这里吧，这里，然后现在就是剪大概15公分。应该萌芽，什么刘海丝，把它抓一抓，旁边来补。然后我那个没有，我想用筷子，真的。Water， 晚安 ，Chara， 晚安，晚安。它只是原本的长度，然后它已经到这里来了，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帮我剪到这里来，剪一点点就好，我不要剪到眉毛。然后他就说好，一点点对不对？我就对一点点，然后就剪，然后修，然后就变这样子了。杨雄，对，发尾，你们有发现吗？你们没有发现吗？剪蛮多的、啊，应该变蛮多的吧，8公分的一点点，真的。单细胞青苹果晚安，那个什么反正好看啊，知道吗？而且你说最喜欢原本对，短蛮多的，对啊。我不知道以前吹头发十分钟，现在只要5分钟耶，超快。可是好可爱，好短，谢谢，谢谢单细胞，别闹声一点，真的，真的好看，要有这些，好。没有，我那天我还就是被笑哎、欸，到处被笑。然后同学说：“哎、欸，周佳你头发好看哦。”这边默默的酸我说：“你刘海好丑哦。”一来就发现了心虚，没有吧？是我跟你讲的，就是好看的发型。谢谢青你，谢谢好意送玫瑰，不要太冷就好。对啊，我觉得那天品尝后，有人说：“哎、欸、说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看你头发这么长哎、欸。”然后我说：“真的吗？”我又想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可是这样蛮好看的。”然后。我还是去剪了。阿米玩，因为太长了，但很不方便。陈陈刘海真的，真的到处被吐槽。然后我走过去，我还被别班的就，那笑一声，我就觉得为什么还是会被笑啊？然后我现在就路上走到我，然后可能遇到其他我就假装被梳头，我就遇到，然后假装没事，然后我走过去，然后这样拨一拨，他就甩甩。原来是被笑，怎么这样？可爱啊，谢谢。是你想太多，没有，他真的被笑，真的。他走过去，然后他就笑了一下。被笑吗？没有，我真的被笑，很好看。真的讲话要被笑。然后翻着，你们也是，你会感受。然后我同学说，这样看起来年纪变小了，变可爱什么之类的。女生，就男生跟女生反应不一样，男生就在笑我，然后女生就说：“哎，你这样变可爱了。”就是审美观的不一样吧。晚安，落日一笑。我先入秋雪了，
转型文心路，说什么文心路，文心路怎么会？我就直男啊，看不出来吗？不会来安心女神，谢谢公车你，你就可能那个安阳晚安。还用到水，我现在很挤耶。因为我平常很少去文心路，就是那一带，不知道有什么好逛。打秋晚安。谢谢浩一分享直播间 Kevin Rain， 他的还能表情就很厉害吧，文心路超级的。Only Alpha 晚安，就事故啦。我那天就我想说怎么突然间被带很多，我就事故啦，我在台上忘记。你知道这条路吗？那中港路呢？台湾大道，大家通常都是在台湾大道上飙车。对啊，我们在剪头发了。对，我什么剪的？礼拜一剪的。小妹小晚安。今天有喊吗？我就想跟，我就试过啦。没有。还有武山跟高雄，我都是同年的。好像几乎公车都是吗？为什么还是 BRT？ 对 ，BRT 好像，哎 ，BRT 不是，哎，是吗？是吗？是。就是去玩的，在大马路上飙车，可是台湾大道超容易那个事故，然后就会塞车。那第一个喊，真的吗？西安坐在是中间。阿君晚安，对啊，一剪完，啊不是一剪完就，咪空一玩就剪。短蛮多的，我也没到这里来。严冬老安又比较短，嗯，跳绳爸爸事故，对啊事故。深深长晚安 ，Do I love？ 这是 Happy Love 吗？还是不是？哎、欸、是 ，Hello Happy Love， 还是改 Do I love？ 因为他面对有人很妙的，面对观众席，我面对观众席左边，很渺小的安安什么？我看过很多安安伞，刘海，对我剪刘海了，哎、欸、也不是剪刘海，就是修了一下，然后就不想剪太短。T 恤哥阿翔，晚安，你自己能的。迷你空翻什么事故？就是等一下，就是到我 MC 的时候，我要教新型病毒的那个口诀，然后呢，我就到我的时候，我就。嗯，想不起来，彻底忘记。泥巴虾晚安。哇嘞，被瞒住了，有个一直在换扇子。其实我们在台上会看到，大概是前六排会比较仔细去看嘛，因为后排的就有点像我，就是要近视不近视，有时候会看不到，一直都想不起来。真的，我想说，完了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我知道是这个，可是我想说，怎么想不起来？我只记得心灵祥和，右走哇，然后就我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到我的什么东西呢？下次会见到你。没关系啦，到侧边再说。期待，我觉得侧旗真的是犯傻的好地方。其实侧旗的人跟我犯傻互动好像没错，哎、欸、不是没错。我刚刚看到肌肉讯息说是谁一直，然后看到一个错字，然后就一直那、欸、什么，一直没错。我要讲什么？猜猜你觉得六只鹰山路过山顶吗？我看到前面是谁？左侧最左侧，
最是对面你们的右侧的最靠近舞台后面的那个人，他举了四只扇子。我要是你要就会看木木，可能就会看，已经看了好多次。小腿肌吗？靠木木、哦，你说后面吗？看了好多次了，正面比较可以看到舞台的整体性。阿龟晚安，林庭仁 ，Hello。武大阿姨表姐表妹住台中，真的吗？好像台中现在蛮多人，对，就是整体性来说。玉安送玫瑰，谢谢。你好，林庭仁。提问在舞台，刚刚看到最后一排吗？看到有一堆人，可是看不清楚。对，因为假如说，因为我其实有近视吗？要近视不近视，就是看得到，可是没有近视。看得到没有近视？什么？就是远处看不到，但是没有近视。对，詹明丽晚安。没有住台中，青城上住台中。庆林，庆林是什么？清大，现在是中央，是哪里啊？中央新竹吗？中央。那你说就为了他们给冰他的牛腰，你说嘿嘿。雨冠晚安，半山腰路过，大家都这么远。晚安晚安，肯尼阿德尔森有闪光吗？没有，就是可能远视，以前远视，现在快近视，可是没近视。还在清大了，才像你哦，像你人哦，所以还在新竹。对啊，就是这种东西，我觉得你知道。上次云爵我跟他说，欸，你这个头是不是五年前的那个台研甄选的时候吧？他说，欸，对啊，你怎么你还记得啊？然后我就说没有啊，就还记得啊，然后就记忆还记得。谢谢詹明丽，人品君晚安。谢谢，厉害，这个记忆像五年前的，我就还记得，可是要看什么事情，像这个就记得数学公式，天眼人玩数学公式吗？怎么玩？记得五年前对啊，然后可是记不得现在数学公式的，我记得 sin cos tan， 我是这样记，对斜零斜。对零，哎，对斜零斜，对零，是吗？sin是对斜，对边除以斜边 ，cos 是对边除以零边，是吗？然后 tan 是它是什么 ？tension 哦，还是什么？反正就是 tan， 然后。斜边分是对，就是对边除以斜边，然后是对零，对边除以斜边，一个三角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背这个。我每次考试我就看，我就这样背，对零斜零，哎、欸、不对是什么、啊？对斜零斜对零，我就这样背，然后就是以这个公式去考试。可是没有你要还是不知道你，我知道画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说这边这个是什么东西 ，cos 要怎么算？我要背公式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先挂着。好的好的，三十分。谢谢牛排送的巧克力，觉得好记性。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还记得，可能有印象。那天是蛮印象的。但我没有，是我自己记。两分上比较好记。毛里昂丸，对斜挺斜。所以三角形看吗？可是要背 sin、cos 跟 tan 哎、欸，如果不会多，我要画出来，然后再慢慢认识边、对边、零边。妖怪，你该减肥了，减肥吗？不是要开个美肌呀、啊？
我是什么鬼黑眼圈？不行，我觉得这样会更明显。好像没差耶，就是一样黑。形状很像像，对，我们老师上教，然后我同学说你不要听他那样子胡扯，你那样子三角形转个边你就不会算了。你数学在哪里补的？对不起，没有补习。我在数学爆王耶。啊，有练过没有欸？我想要练那个，我们不战斗。可是不知道是哪个位置啊。家嫂晚安。有人喝冰凉口诀，真的吗？嗯？哦，对，大家有看我那个尴尬抖音吗？很尴尬的，噗，抖开始抖。可是没办法，我空间概念很差，真的。晚安，家嫂。波谷打青蛙很帅啊，很晃。你们能不懂那个吗？抖音真的很抖啊！哎，你们真的不懂吗？那是什么啊？不知道几年前哦，还是什么？很快热怒，什么啦？就真的抖音啊！真的很抖，没有，就是那个叫什么专业抖吗？波浪，你们真的不懂吗？就是抖音他都在抖这个。上庭晚安。认识过超晃，什么先去忙忙要不要？好，先忙先忙先忙，辛苦了。好像超晕吗？没事。哎，我下次我真的我要拍那个真正的抖音，我要决定要拍这样什么。是这个吗？是吗？主播跳这个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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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昨天说的抓不到梗，就是他就是没有 get 到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就是抖音都没让你听。没有，我超甜，我跟你讲，你好，谢谢嘉言 Joyce 的追踪。我跟你讲，我有听到上庭的口，我一开始就听到说。这是李尚廷的声音吗？好像很耳熟。你会想你有进来吗？不对啊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，但我找不到人在哪里。回 CS 晚安，天的晚安。真的，默默很困。志祥晚安，小维晚安。祖祖，我觉得祖祖前几天拍的很好看，他那个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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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哦，什么？哇、wow, 哦 ，Fantastic Baby， 噔，哦，超厉害，昨天就被他电晕了，太晕。不是啊，可是我有听到你的声音。胡子猫奴晚安，轩轩晚安，怎么听起来有点惊悚？没看到有人，可是不是，是我找不到人在哪里，但是我听到声音，还不相信。就我真的没有想到会背到那么后面。有吓到！噔噔噔，抖音，对啊，真的是抖音，就开始抖。你不敢找到太上面吗？有在碰到吐槽你的同事就上，真的吗？因为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，但是我真的在哪里看不到。你别爆料！带带完，话说你们肌肉俱乐部有定期活动吗？什么活动？我们其实。在上面就都是讨论，就是可能比较公司的事情嘛，就是不会基本上以前刚进来的时候蛮常聊天，现在因为分组后就没有什么互动性。最后第二排，哎、欸，你那你这还有至少还有最后第二排，要结尾的时候你纷纷放弃。嗯，好像不是，你是正常。我那时候没有看去，我是标完，然后才看到。
然后跟他们说，就像小队们，要一个晚安。那我觉得我这次名堂是差不多要检讨的。我在彩排的时候啊，跳错超级超级多，然后那时候就被老师说你错误率很高，然后就，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在跳的时候，其实我就看到冠普老师在上面，我就怎么办？我等下会不会被骂？没想到26个人要放弃，可是失败了，哇！那到20号的时候就没得了，好想啊，我又晕。幼云会来握手会吗？那6月26、27，那好近哦，一个礼拜。对，然后投注老师。这时候什么样很多错误，小错误。对，补到20，可是补几个人进来？6个吗？没有，在更前面，我第二首出错 ，Only Today， 你有看到吗？你没有看到吗？虽然我假装没事，可是我觉得我装的超级明显。豆沙对小 M 你好，我雅克那时候没有听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可是，可是我在想说，我们，我们那时候是，是后来改到外面去了，室外。那时候你不在旁边 ，Only Today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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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边，我想买什么报告？没事，27吧。对啊，我是27号的。是剪的还没有？我礼拜一去剪。为什么上体没有讲这件事情啊？你没有发现我剪头发吗？加红丸。至少最后双马尾没甩下去，我那就双马尾啊，先不要，那是会员限定的福利。嗯，对，小明是去了 ，Hello， 兔子长掉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不是呢？我们来放个 Only Today， 我来示范一下。我们直接跳。你要换哦，机票换了。你不知道。灯来了。不还没。我怎么这还快了一拍？太紧张。不是往前，再回来。再往右，然后就噔，然后就换回来，然后就，队友，你为什么还想起来？颜红，我这边还跳错，我这不是这样吗？然后我就，不是，这我没跳错，我是这里。是这样，然后我就，去撞墙，我讲不要，不要，没关系。彼此的名，撞墙没雷破，不行，我要雷破。新野人晚安。哦，那个声音木，要不要声音调整？他看到他就，谢谢小威送初心者徽章，谢谢你阿尔法晚安，谢谢小空白送的看好你哦。不行，我觉得我要遮下我的黑眼圈，太明显了。后面错误就是撞到姐。我从刚去拍这五分钟现场好了，什么东西？先去排再睡五分钟再去现场好了。先去排啊？你说是先排位置吗？主播姐姐你好，谢谢小维，可爱吗？
然后粘樱花瓣。哦，你说你说太弹吗？因为我想说弹一点会不会动作比较大，就好像没有。谢谢摇滚区分享直播间郭坤山分享是追踪，谢谢 Hello Jeff， 谢谢新野人送油桐花，晚安。你要再十五分钟？那个不是要排很久吗？用力过头了，撞到你那个看到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我平常都在往后走，然后结果我没想到撞到，怎么这样？对啊，我就差点跌倒。好意，谢谢好意送玫瑰。Wait a minute, it's 22. Wait a minute, 我要做个我的黑眼圈。哎呦，啊，等我。确实挺明显的，就不小心撞到我。有事的，好黑哦，这是什么？我这几天都很晚睡，你就累吗？晚睡。这样吗？反正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没有变耶，有四种料，是什么珍珠？我知道有珍珠。野果吗？早点休息。不好，身体还是玩动身。没有，我动身大概晚上的时候就被没收。我今天跟我妈约法三章嘛，字卡有卡吗？在膜上面。哦，美妆大师。你又要舍不得睡觉，有吧？就是我跟我妈说什么11:30就要把 Switch 给她收卡，是不是？她现在网络不稳定，是不是因为我在弄这个？够多了吧？不是上面这边块比较白啊，这是什么？谢谢西西送的真情告白，西西晚安。舍不得睡觉，就是舍不得睡觉啊，忍不住，然后我就会忘记关头，我就睡着了，然后早上就被我妈念。西西，你有收到我的很多饭撒吗？好许，晚安。好了。就真的卡，我看他一直在网路不稳定。翠翠晚安，卡卡安来了，不行，我又好了，又好了，又我差点要继续卡。卡瓦哥晚安，你今天都弄了，谢谢新野人，我满超卡的。小艺晚安。变够没有？他现在94。卡，完了，我也感受他的卡。395KB， 每秒它又降低了。飞机快点来，我觉得是飞机，我觉得是飞机来的关系，所以我网络变好，现在一直在降低耶，怎么办？哦，增加了，增加了。只有14，因为我今天我昨天晚上忘记充电了，我睡着。对，我觉得真的耶，是飞机来的时候我网络会变好耶。
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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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飞机来说网络变好，哎，是现在好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好像有个角度，它现在有个角度，我网络会变好。你几乎都在跟瑞婷在一起，然后我觉得在海里面念，我后来我看看，就是默默的，原本拿着好像是一开始拿我的，然后后来拿瑞婷的，然后后来我就两只一起拿。转一转，没有，我早上的时候我看他剩下3%，我忘记重点，有认团。有我看了，然后西西很嗨，他就嗯，这是夜航。噔噔噔噔噔 ，Hello， 爱吃巧南美的小熏我都没带，因为没有意料到自己会进去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，坐最旁边的是谁啊？西西，你知道吗？嗨。怎么了？我的胸，你的胸，记一下，然后变白啊！感觉两只一起拿，我最左边，哎，是右边吧？右边的第一排的靠舞台那边的那个人，他拿了4只蘸酱，1、2、3、4。TTB 的主编很特别，我们是用滑下去。很主名是花，炸掉了，还没凶火一波，哇哇，一直在，可是瑞婷不是变手推吗？第一 key 啊，但因为本身一句指挥交通啊，卡，现在又好了，对不对？他默默在恢复，然后他又越来越差了。别卡，不要卡，不要卡。哦，不行，他又降了。没听到刚刚在说侧板哪里？最，就是你那边的最右，最，你的右边的第一排的第一个位置。我说他拿了很多只应援扇，刚好在航线上面。哦，不行，这是满满的风。好看，雪莉，它不是雪莉吧？它叫什么？另一只叫什么？达芬。哦，达芬。好，谢谢喵，送给你。那天栗子也是的，他说谁不要吃葱，给我。然后我就默默把葱挑掉。大家有看到我拿着便当出来吗？因为我紧张到吃不下饭，整个便当没吃。对，打飞打飞，哎，大家那个很严重哎。Hello， 小野庄命晚安。我也完全忘记看地址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只看我，只要看我啊？连接中的网路 ，Oh my god！哎，这边网络也烂哎，这边也卡。西西晚安，乔，没卡卡没听到，没事。我说你看我就好啊。西思言晚安，这是什么鬼网络？
瑞婷刚刚也说他，大家都这样讲。你看，不懂他想了这么多。好一晚，好一到出档啊！有没有看那么多人？大家都会吃醋，哥，你为什么不去看我？到处抓。我发现我的地理位置真的不太好，是这个吗？我只能跟一个瑞婷粉丝在外面拉演，两个人而已吗？应该还不止吧。完了完了，说好了。那就只能说晚安。就看了那边没看到人，看跟直播。哎，晚上蛮多人播，对不对？就是。你知道，这王璐是谁呀？你很好，很好吧？小醉，要放我网路吗？你多少时差了？你们的金地台吧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房间好像不太好。没有聊天，好像人多就会，对不对？好，先吃便当，不然这样我讲话你们都听不到。你看便当盒，碰到小熊了，真的吗？嗯，他说便当熊碰到小熊耳朵，没事的。完了我，哦，这什么网络啊，一下顺一下不顺。好，小杰晚安，新耳人晚安，问题还有问题吧，不然这样也还好。好奇怪哦。这样，哎，这样网络是比较好，这个迷信吗？没有哎，好一点点的，他又开始卡了。允为起月晚安，林松，这样走吗？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吗？我刚刚手插手吗？那天有说所以说卡，这句话说的真好。叮叮，好像还是卡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卡？周小姐，你要借我网路吗？春比 Nick 晚安。晚上就一 KB 耶，什么鬼？
准备冲。平常直播时数会重来耶。手机该吹电扇，它好烫。出门，这是第二段。你可以帮我下去拿冰块吗，小姐？我知道。因为对啊，好像是手机过热。Thank you。啊，对不起。手机坏了，没事，我们已经很多次这样了。啊！拿小电风吹就好。我没有小电风扇，只有大电风扇。哦，我这里还跳错。这是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。啊！吃掉了，掉到拖拉的水里面，完了，擦裤子好了。对，手机吹冷气，不行。飞机来了。等一下哦，事故。然后最后这个位置的时候，然后我位置被抢走，然后我就跑到中间去了。你越说我就可以啊！算了，让他觉得很好幸福，在你面前。野人文，这边错了。那你冲不冲留言？什么东西？哪一个留言？他每个留言好像都差不多。哦，什么网路？什么跳跳跳的回复的？什么东西？他没有过。
海豚晚安 ，Soprano Anabila Taki， 那是那首歌对不对？变，嗯嗯嗯，就是他们晚安，嗯，叫什么来着？没有他们我好、啊，晚安卡木伊，超卡的。这个不是跳跳跳回去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你是什么？晚安。它缓慢飙动，我觉得等下又开始。怎么这样？嗯哼，不会介意、啊，因为我觉得腿变粗，感觉会整个人。那你不是说变粗，你是说变有肌肉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是穿高跟鞋嘛，有变好了，变就是这样。好好，没事没事，你看到你就这么圆满了，真的吗？我说你说变有肌肉，对不对？加油啊！对，对，有肌肉。他现在变好了键盘，不然都变都要间谍了，真的吗？太开心了。其实我想说，礼拜三，因为之前不是礼拜二最多嘛，想说那不然我从补休结束，那我们来播礼拜三吧。哇哦，礼拜三假多人，巨多哎、欸！花生糖玩，结果昨天蛮少人，怎么这样？今天超多的，我花数还有24个，还是28。我都不会难过呀，对啊，双不双过了啦，过了过了，那明天休假可以看，真的吗？你就每天都有人？没有没有，礼拜六都蛮少的，现在礼拜六，你看他人气都不来分。没有啊，恭喜恭喜！我们班昨天有个男生，他超过分，因为他听到说我们班全部人过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不然我来骗一下周家豪。”然后我就不知道，然后我就他说：“哎，周家，你从补休没有过哎。”然后我就真的，我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我们班只有你没有过。”然后就是他说那个谁谁谁也过，然后我就说：“真的吗？”然后我就很难过。然后我就坐在位置上，然后开始沉思自己的心，我就快哭了。然后他就走过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周佳，你想哭我？”然后我就开始泛泪。然后后来老师走，因为我们现在中午要量体温嘛，然后就看我在哭，他说：“你怎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说没事。”然后说：“你讲。”然后我就讲完之后，然后他就表示抓去骂，超好笑。我觉得超坏，就是我很在意这件事，然后你还骗我，然后我觉得，我觉得很坏嘛，就是怎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想说，不会吧，我要自己从再二修吗？不会吧，老师这么讨厌我吗？我记得我上课蛮认真的，因为我上课还故意问老师问题，比如说老师这个怎么这题怎么上，我就是装很认真，没有，是真的蛮认真的在上，可是我都听不懂。因为我后来骗你骗进不去，反正上课也是进不来。
进不去，进不来啦。啊，又进来了。好啦，哈哈，是干饭的，你们都这样讲感觉吗？我剪头发嘞，我剪头发吗？我没有装，我是真的认真的。我剪很多你们都没有发现吗？好像比较顺，因为我剪头发了，我剪头发了。你们都没有问，就最开始有问，后面讲就说你头发好像变顺了，我想剪头发。没有，他没有变比较多，他是剪了之后不知道什么这样子，可是他没有从旁边拉来剪，大部分就剪一段，对，糟糕，完全没有，你们都这样。其实不想说，为什么不讲？我在等你们讲哎。隐藏头发变长没有？变比较轻，对，因为他不小心剪的有点小呆，然后他在掉很多头，别，没有，好，压我就压一整，穿上那段好清楚，我有人要跳起来，还没跳起来，嗯。这是什么胸？对，那我们噔噔，在我的世界上会遇见几个他，总是跌跌撞撞，最后决定他。古早古早，晚安。我高中这种感觉，真的吗？忘记台，忘记台什么？剪到国中生，然后大家说我这样剪变幼哎，还是其实没有变老。台词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好，又英晚安，发给晚安。你说那个吗？那什么？肩膀酸酸，拍拍拍。让我想想，太阳还好大。我那瞬间直接忘记耶。谢谢幼婴，剪你，剪头发，真的吗？虽然原本很好看，哦，太阳没有，我们是说太阳还好大。有人背诵帝王阵啊，错了。让太幼不行跨脚，太幼吗？不想。为什么不喜欢小孩？
看起来像熊麦天然蛋。我就直接被麻油前面说高冷偶像，然后就大家下面有人说啊高冷啊高冷，然后因为我本人蛮冷的嘛，本人蛮冷，别说萝莉控，萝莉控吗？不会啦。熊妹天然灯，你们也没有，因为我讲话有时候蛮冷的，是不是？我要冷场王。哦，什么怀念的东西？啊，不行，我想到马悠悠，怎么这样？嗯，都要退成这年纪 ，OK 啊 ，OK 啊。那你会买那个圣诞体吗？大家不说那个尺度很大，我觉得整个超可爱的，把自己放上去，也不萝莉啊，是吗？面包晚安，飞行蘑菇。啊，那这样太幼嘞，这样呢？好像没有，有点想买。偶像神斗冷场大赛，其实偶像神斗之前，哎、欸，偶像神斗吗 ？TTTV 神斗，我之前有上去教数学，大家有发现黑板上有那个吗？有一个那个汪汪那一题有讲解，就是画那个火柴棒的问题，那个黑板上有一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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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个，那是我画的，结果没有被放上去。我还要发厌世照哎、欸，我原本想说要排版，因为其实我原本想说要把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哦，双马尾的那一张放在第二张，结果我被小助理发出去说，你为什么要把那个放第一张？那这里发过了。我说可是这样白玉瑶，他说没有，你人家这是重点，就是双马尾啊，所以你把双马尾放在第一张啊。然后我就把文给抢，然后重新发一篇。然后我就很后悔，因为我觉得那版面会被糟蹋掉，因为那张照片有点黑，然后画质不是很好，然后我就必须要排了两张，然后现在在排单，可是，然后我就怎么办？要不要排完？可是我又不行，我想要赶面试申请，没有吧？到六月多吧？不到六月九号吧？不行不行，我不管，我今天要发面试。我想到怎么删这么快？嗯，我现在超后悔的。我要如果这样就发一张就够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发我的验尸，你的双面伪造啊，喝什么喝什么啦，喝。为什么要六月九号再重发一次？不行，这太久了。发啊，尽量发。可是我已经不知道发什么照片了。我想要维持那个蓝蓝的色，因为现在就是排那个蓝色版。还想说要把它排完吗？还是发演示照？你们觉得嘞？要发排版？哈？那那演示照要过期了。你就演示哦。啊？演示你能发，现在发的。嗯，可是我没照片。那就不要发了。对，那种我要再发一张什么、啊？你是这样说的，对啊，就是那个。第一张是这样。啊？哎，不是，是这样。然后呢？那我还要再发、欸。嗯，不然也是发。不要，我要发我，这样可以增加那个数量。卖了四分多哦，四分吗？可是我觉得我发的照片会比生写
因为姐姐没有选我喜欢的那张。会员数超好的。你是会员数吗？真的。你知道我几号吗？你几号？1000。一。刚好整数。真的。今天把它发起来。那我要再发一篇，对不对？迷你控，可是这样我会被迷你控拖太久，已经啊！哎，你的饭里面有我的冰块。啊！你说那个吗？厌世症吗？我刚整块那个包人掉到他的饭里面。九张吗？可能九张哦。他九张吗？因为这样子赞会被分散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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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不行啊！噔噔噔。我都害别人买这，他要是看到我再偷过来。这样吗？真的。萱萱晚安。可是我，因为我现在发现我到刘不是刘海是头发变好短，以前都可以这样抓到这边来，现在就只能这样了。吓死我！吓死人！什么时候直播？先不要。要吗？你夹到他了。他为什么撞门啊？冲入不了吗？阿爸晚安，杨雄晚安，同学们。你跟我说一件事，什么事？啊？那想看什么？刚一姐说。乔道川，乔道川头自然直，那很顺吗？乔道川头自然直，周小姐，可以帮我拿那卫生纸吗？我的汤滴下来了，脚板就直了。为什么又是啊？不可以喝，这是味噌。你的汤，偷了出来会喝你的汤，同一个水平。没有，等一下，我地板上弄到。怀念呢。你说什么？听懂听吗？Hello， 手套，这样比较奇怪一点。你说马尾吗？怎么有你还？鲑鱼晚安，平台泡芙大叔晚安。你真的不喜欢我刚刚那个头吗？妈哟！哈，隐退怎么这样？你真的不喜欢我刚刚那发型吗？你真的觉得很奇怪吗？虽然我也觉得怪怪的。
偷懒。那还说我什么东西？发型还说你什么东西？明明就很……好了，我也觉得怪怪的啦，怎么？什么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话都不说完？很可爱。好，啊，天天你要说什么？天天话都不说完的，这个侧脸很帅。你说我们？因为我觉得我侧脸比正脸好看，有吗？没有，其实没有，是吗 ？Hello， 宇轩，很难沟通哎，一直，哎，你们怎么都这样？很好看，完了，说完了，他们自己觉得，因为你们都不讲完呢、啊。谢谢泡芙大叔的追踪，季风亮晚安，我爱夸。嗨，你怎么不太会表达？这大家都不说完话，怎么这样？我上来一直点你，你以后都说他。欸，我有看到手套，手套很就一直在我旁边，以后不说了啦。手套吗？手套长什么样子？就是戴着眼镜。你有戴眼镜吧？完全是你刚才说什么？为什么你是在看我刘海头发吗？是这样吗？所以忘记了。说我再早一点进来就好，可能在黑道很失忆，那个可能是看到什么，我只看到你哎、欸、戴着口罩，然后你是有戴那天有戴眼镜是吗？九蛋晚安，别弄家人回来了，吃饱了，你刚刚吃什么？所以天天你要讲完了没？都不讲完话，对，我记得戴眼镜，对，嗯，他说他忘记了，对啊，回想，努力回想，吃饭啊，啊吃什么咪？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太远了。我看托马最近早上都来吵我。他早上的时候跑到我床上，然后开始弄棉被当，下面你看要挖洞开始上厕所的感觉，然后就挖了20分钟，真的好吵。我认识一的不是，好没事。我们天天说什么什么，觉得天天说什么东西啊？觉得会说话的女生什么？嗯？天天不是说什么？等一下我忘记我要讲什么。天天说什么？嗯，口红就好了。我真的有听到那个、欸、上庭很大声，我也听到上庭的声音，会传染。第一天真的喊太久，烦你，出来！我要。拒绝我！你是竹笋姐姐吧？什么东西？你怎么趴在这里啊？周小姐，嗯，你看，你看头发趴在这里，好可爱。哎，你刚叫我名字？我是周小姐。吓死了！嘻哈，好久不见，偷懒。好乖哦！最近觉得越来越可爱，真的吗？你有换发型会变可爱？好
爽哦，偷啦！我裤子上有都是妈妈，他是不是胖？对，他变胖，他一直在吃。谢尔东晚安。他在享受我的哈皮。有点响亮，猫咪屁股这样拍，他快闭上眼睛嘞。晚上他不要在我腿上睡觉。没有，其实很小声，只是可能放在上面会比较大声。他还在想说，真的，表现很厉害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因为我觉得还是没有想到，因为我觉得汪汪有在后台说很好笑。他说，因为我那时候不是说汪汪吗？我说我不想跟汪汪一起隔，因为汪汪讲很大声。我那时候有没有想说他会可能会被我会被邻居投诉？结果他我然后叫他讲，他说道歉。然后后来准备心情病毒，然后就我听他中奖三个字，我就。怎么了？两个大师制造的流浪乐师，那声音我都好了，他声音真的超大声的。周家，我说周家干嘛？吓什么？三喜八环，因为我现在抓着他的脚，我说真的。不要吓到好吗？哦，对，上天我收到你的信了，你写超多耶，你现在不是扁桃腺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他第一次趴在我脚上，好开心哦！怎么那么好？啊，到了。嗯哼，真的假的？完了。没啥声音，哎，我脚好酸，偷了，对不起。好，拍，去看医生了，怎么这样？没什么，我一直叫你，哦，对，他就是最后一首啦，就是没有是最后打招呼，然后他叫我，然后他说，哎，你看是你音乐赛呢，然后我就说，哦，我知道，然后我原本跟他说，哦，那是手套啦，然后我想说可以讲吗？什么？他都一直咬我。对不起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不要吃卫生纸！不要吃卫生纸！不可以吃！好痛！放开！对不起 ，sorry， 对不起。臭。他为什么咬你？因为我刚刚把他卫生纸抢走了。好吗？我觉得这样看得到吗？好像看不到，就是好像看不到吧，就是一个洞。好喜，对啊，我手放在哪，它就咬下去，我就什么东西？猫应该是世上最凶的动物，真的，猫真的很贱哎，看不到，真的，美肌太严重了。喊真的超大声的，说的，吉川晚安。
我不知道怎么每次咬完之后，我血管都浮上来。他没有没有，他刚刚头很低，跟胃便当胃就不太一样。头呢？头呢？这只蠢猫，你只会吃而已。今天有我的伤心，不好意思。Hello， 据点据点据点。他不只会吃，还会攻击。对，然后还会睡觉，还会上一堆大便，然后我就要去清大便，算都不是我在清。我妈昨天看到他说：“托马，你好可爱哦，我找个一只半给你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吗？”然后呢，我说：“所以你要再养一只猫？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你当朋友就好了。”真是到底。那有很多很臭的口水，真的，因为猫的口水是鱼腥味，真的还好，只是每次不知道怎么就是那血管都会浮上来，可是又没有咬到，还是对啊，可是现在还好，前阵子很夸张，一个礼拜大概两次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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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回家都五分钟了，真假？哦，我们家猫咪喜欢看电视，超爱看电视。你说第一次直播，第一次直播是第一次直播吗？第一次直播就不一样。Hello， 钢铁安子，怎么什么什么？鱼腥？喂，什么东西啊？突然想到，这样子很臭我的头吗？因为回归到国中小孩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国中生也没有长得这样子，现在国中都长得很丑。哦，你说被骂小学生，你就真的长得像小学生啊？有啊，真的真的，你像小学生。没有，你不觉得第一次见我比较成熟吗？还没有吧？你有这样子吗？据点据点据点，晚安。嗯？你不知道，刚刚不想跟大家分享。完了，我第一次吃不完的便当耶。我都在看小助理。其实我们的 mini concert， 大家有发现我们最后要准备要谢幕的时候停很久吗？然后我们有想说，因为到最后有没有要公布事情了吗？要公布事情吗？好期待，好期待。然后我们就，然后看着姐姐，然后姐姐就，怎么了？然后就，那今天的表演差不多到这边了，那我们来听谢幕吧。然后就。很尴尬的就啊谁弄啊，对，我们大家就以为会有惊喜，结果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我们在那等，就说要传纸条了吗？要传了吗？信封要来了吗？然后姐姐就在那边若无其事，然后也不知道在看哪里，然后我们就哦没有，原来没有哦，好，然后就很尴尬。你在笑吗？难怪你那么尴尬，因为我们都在等啊。没有吗？那就哦，先玩 say no， 那就 say no， 谢谢大家。那就哦，好的，真的以为会有啦。我想想，那天还发生什么事情？双毛鱼怎么了？
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你知道吧？然后正在跑吗？哦，对啊，我们那时候在后面的时候就没有。好了好了，哦好，举爱这首歌。然后就我们后来你们不是喊了超级超级有玩恐吗？不是喊了快八分钟嘛？然后我们想说，我们换完衣服就说，所以因为我们要绑上尾，然后弟弟说快点啊，赶快绑。然后我们说、哦、真的要绑哦。然后说对啊，然后就哦好吧好吧绑吧。然后我那时候还定好，就是说玩的会不会这样？然后就开始擦擦擦擦擦擦，然后就绑起来。然后结果绑完之后发现啊不行，高低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就再绑，然后绑，对对。很好，不要咬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啊！你在笑他？你是发现我的腿很好弹？你要弹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说我的腿，他好像是感觉我。哦，你为什么咬我大腿？我发现托拉有个兴趣，他超级爱吃蛋诶，哎，他也喜欢吃塑胶袋的那个。我发现这很，他很有异食症，他很爱吃塑胶袋的那个提神部分，然后还有那个口罩的那个挂线，我每次。口罩放在那边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看。我睡一盘。然后我就看到我口罩的那个袋子剩下一边而已。哇哇！我们年底不是会有运动会吗？年底不是有运动会，就是那个、啊，我的衣服，就是那个新闻那个啊，你不知道，你没有看到新闻、啊？我知道，还是我穿的衣服。哦，对啊，我超期待。就是酷啦！我说摇头了，你说我有啊？没有，我说我很期待，因为其实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那个，因为其实我运动算是我运气，兴趣，运气跟兴趣差太多吧，也是你没看懂就算了。我说摇头，你说我摇头懒吗？没有，我讲说我的兴趣是运动，所以我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就是运动，因为像 AKB 本家。他们不是几乎不是常常会有那个运动会嘛，然后我就很爱看，我就觉得好酷、哦，我好像一天我也想要去参加看看，所以就做这办法，就是也算是一个圆梦吗？怎么了？那个新闻是哪家发的、啊？麻烦了，该支持谁呢？当然是我啊！没有，可是你神退一阵，一起支持。我前几天在看一个那个，我们日文老师放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？谢谢新人送玫瑰，有一部 Psycho Pass 的电影，我看了真的觉得超可怕的，那叫什么？恶魔蛙男吗？我觉得，哦天哪，太血腥了吧！没有，我这是在转一个话题。我说我前几天看了，你手机开机了？看了一个电影，它是电影吧？叫《恶魔蛙男》。什么呢？恶魔蛙男呢？就是它算是一个 psychopath， 就是犯罪心理。犯罪吗？就是没有啦，就是它是一个算一个恐怖片嘛，反正就是那么
把你的心给骗走。安娜晚安，应该是吧，就是有关这方面的。然后对，晚安阿罗天天，安娜晚安，柳晨晚安，你有什么问题？我吗？我什么喜欢什么样的电影？哦，我超级爱看柯南的电影，真的。因为他们就是那种卡通电影嘛。国术晚安，我也是醉了。那我就吃得完吧。现在几点？39，来得及。加到奶牛蛙钢铁粉，因为我旁边配料通常都不太会吃。看看为什么你要睡不着，看来明明就很好看。我快点偷听一下，哦，偷听报告老师，有人在偷用手机。真的好短，很不习惯。我知道我昨天，我前几天在看那个，那叫什么呢？他们有一个什么粒子知识什么大挑战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了，然后就看到说还很喜欢看的，嗯哼，真的吗？还是有点不习惯，你就那些，你就那些，在什么在哪里捷运吗？科科晚安，吃完再讲。我吃完的，没有，就是说前几天我去看栗子的 IG， 就有看到那个栗子知识大挑战吗？是吗？是这个吗？谢谢科科送的 love。哦，然后我跳性别高的噔噔噔噔噔，然后就好像变圆圈，你拿麦克噔噔噔噔噔噔。有点难听。什么东西呀？栗子。谢谢柳晨送的油桐花，奶牛蛙送的油桐花，谢谢。说到栗子，他说我可怕吗？他说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之前跟他讲说，我说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对，樱花出钱，然后他就说，不要怕我了，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他讲说，我觉得我第一眼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怕他。Hello 熊猫眼，然后就说，不要再怕我之类什么。就是他就说你有没有怕我，他说就是直接这样子问，然后他说我下次每次见到你他都要这样问我。对啊，栗子人很好。 Hello 叫小心，你很怕栗子？为什么？我现在已经不会怕，我超级喜欢他。你这是在进来之前会怕，先。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首歌很像什么校歌之类的？真的，哼，不是栗子铁粉。我只是说说的。不要抓那个习惯，什么抓那个习惯？哪个？
留言。弟弟呀、啊，为什么变轻吗？没有感觉，但是邱德华变快。辛苦妈可以晚安，真的，一直人很好，我现在超喜欢他的。他想出去，你要帮他开门。彰化阿如，阿如晚安。他没有出去，他关门。那可以喜欢我吗？喜欢你吗？我都喜欢大家，大家我都喜欢。薛柔妮妮晚安。这里真的好吗？真的吗？怎么了？已经不是第一次。其实我也蛮喜欢我的侧脸，其实我觉得侧脸比这里好看。我想换一首歌，这首歌有点太小歌了。哇哦，浓郁奶香，谢谢人豪送的乐。换李夫人，哎呜，什么安物？我在家里面有啦，大家都在里面。四八是剪刘海，对啊，剪刘海，我还剪后面呢，它变得很短，它现在到这里吧？哎，是这里吗？脖子有点痒，脖子有点痒，那根，让我想想。刚刚卡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刚卡了一下。西西晚安，默默，伟平 ，Hello。对，因为我刚刚手机跳出来显示剩下10%的通知，够来得及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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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心灵祥和，哇！现在口白超级可爱，太阳好大的，你说噔噔噔噔噔，那有点太焦点数字吧，没事，他还 OK 的，他撑得住，该准备全部好。你说你吗？大学是才两次期期断考，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，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练这个，但需要看老师啊。一下哦，我这是断考，正常发挥，跟之前。他这首看看，炸裂，对，正常发挥，炸裂。嗯，我也觉得，啊，可是大舞跳舞不知道大一才好看吗？没有，要适当的收放。一学期考一科，六次段考，哇哦，六次段考，现在看老师，啊，我好期待，大家不是说那个吗？
小学的时候说好想升国中，然后到国中说好想回小学哦，然后或者是说好想升高中哦，然后结果到了高中好想升大学哦，我怎么高中那么烦啊，这样，然后就到大学，我可以回幼稚园吗？然后出社会就说我可以回去念书吗？谢谢西西送新针罐。才最好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高中好辛苦，就是想停留在停留吗？在大学。可是我后来看，我就觉得说自己跳的还是太软了，没有那个，就是没有很好看啊。就想升大学，对啊，我想要升大学。选组我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就不用再遇到可怕的化学，还有可怕的物理，还有理化。我理化的是包，还有数学。可是就是遇到数 B 总比遇到数 A 好。要三分之一的必修，当三分之一的必修吗？当。你那样跳，有点像 K 组在跳。K 组吗？因为其实我是喜欢很力道很大的那种，动动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动，你知道吗 ？Popping 那种类的。现在还有数，我们现在是分数 A 跟数 B， 数 A 就是数甲，然后数 B 就是数乙。所以还是选一个人，当然是一类社会组啊，一社会组，对我选社会组，因为我的数学太不好。June my。我是选数 B 啊，对，因为我数学真的不好，而且因为现在大学看，就是你要选的数学是要看你大学方想要采取的是什么，是数 A 还是数 B， 声音好跌重 ，OK 吗？够 man 吗？哦，对，等一下。噔噔噔。对啊，因为对啊，像日文系还有法律系这两个东西，全部都是那个叫什么，采取数 B 啊，然后日文系是直接不采取的。对，有些法律系也是都不采取数学的，所以就努力练好我的国文、英文、社会。耶！连长，那小心事故。好，我会小心的。对不起，不客气。台大要上线了，没有，台大都要采取数 A 好不好？外文系采取数 B 吧，还有数 A， 应该是就是国文加油。没有，我们有那个星什么的那个，就是测验，就是那个，现在算智力测验吗？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就是测验你的性向测验，哦对，性向测验，然后我国文分数是最高的，超好笑，我国文百分比是在我们学校是90%嘛，赢过对第90百分位，然后呢数学不好意思，数学是3%，没有，就是数学在学校是赢过5%，然后在全国是赢过3%，不要读我台大，我就上不了。扎卡晚安，扎卡很懂抖音，你懂波浪，大家都不懂，想说太晃了吧。安安会考成绩是我的国文 B 加，数学 B 加加，怎么会这样，数文 B 加加，然后英文 A， 社会 B， 自然 B， 对，自然没考，
啊不数学啊不不不社会没考好，台大全科目都要采集吧？对他们好像都全采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不懂，还懂没有懂好，像这就是没懂好。考高中不是应该要基本上快全证吗？没有。现在就不是那个吗？阿龟晚安，顶尖大学。高中现在有那种无机的高中吗？就是看你要哪一种吧。蝶式成长了？哦，你说蝶式成长了？你才不看抖音呢，哼！知道吗？哎，大家帮我留言一下好不好？我觉得我的留言很空虚，一个都没有。按个赞也好。我想读顶尖大学，好好哦，倩你不要这样哦，倩你，你要读顶尖大学还这样吗？这样太难过了吧。我都没在抖音。哦，好了，快点，我要留言，不是留言啦，不是留言，哪里一个都没有，有一个。没有一个啊，是被删掉了。你们要留什么你就按个赞。Good, very good, nice, 以内。我去留言了，太好笑了吧！强迫大家按赞留言，没办法，我那时候就69，不不不，按第100赞哦 ，DJ 赞赞。哦好，我都删掉了。然后小助理去留言，他觉得他太尴尬，只有他一个人，然后就，我还是删掉好了。他说等大家留言，他再去留，晚点留言。好，好。哎，我就发现这演算法问题，就是看你有没有上推荐这一点而已吧。就是你有上推荐，就是点越高；没有上就是这样。嗯，啊，像我就是没上啊，太可怜了吧？你在开心什么？我在开心啊。你看到留言就很开心。只考还有作弊玩法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作弊玩法，只考。是，哇哦，太强了吧！所以他上化学系嘛，是这种技特色招生吗？我就想问你，考生啊，倩玲，对不起，就是没办法全对。这怎么跳、啊？我也想学这首，我手这里吗？你知道这个吗？这个吗？打排球啦、啊，没有这个，这它原本没有这么红的，它原本是一个小小的，是好像是那天 mini concert 我好像不知道，好像被麦打到还是什么之类的吧。然后我就接着打排球，然后它就越来越红了。龙骑士晚安。昨天不是 OUG40 也不是那个吗？有发那个。九宝玲玲前辈的那个吗？小酒大鸡哟，啊？欧鸡，欧鸡，就在家嘛？对啊，啊就念 OUC 呀、啊，真的超可爱哦。对啊，像 DL48， 我都念 Delete48， 对不起。其实我没有，我都念 DEL， 然后周小姐都念，小助理都念说，哎，那个 delete 48，你是要删掉什么？ 48，
想到这个，大家有听到我用网时间抢牌吗？超好笑，得理啊 ，delete， 不就是吗 ？delete， 对啊，不要删掉人家嘛，在删什么啊 ？delete， 看，然后这样拿快乐，对不起，拿快乐，怎么会这样？超好笑的，我说我还讲错别人。不用了，先不要了。可是我就想跟大家分享，59，好。对对，超好笑，我就觉得很尴尬。可是超尴尬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他声音会放那么大。浩瀚无垠的边境，知道吧？不可以标注老师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我要当你的好学生。可是因为真的太久没有迷你康了，所以就真的没有那种感觉吗？我要转到后面去了。好学生，愿永远永远闯进喧闹的世界，无法不坚决。哎，有缩减呢，哦，不这里。老师就不想让直播，老师的粉就在老师直播间，不小心看到这篇以后就被掀起粉，什么东西？我是剪到这里啊，不可以。再重复两遍。对，我刚以为结束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剪那么多。You can do it， 把镜头给快。You can do it。对啊，我现在在打 AKN 下次直播间，他说：“哎，不可以，什么东西？”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想要在老师面前至少当一个舞蹈能力不是弱的，因为你先走了，好，你要去那个对不对？几分呢？三分，来念个吧。哦，你给你。好，我知道，谢谢。没有了，还要再进步，觉得不够。哎，我手机剩一趴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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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弄不上去，弄不上去。好，从第15好了。预备起，第15名是 Miso， 第14名是人豪，第3名是浩一，第12名是柳橙，第11是南泥蛙，第10是 DJ， 第9名是变成新鲜柠檬，第8名是 Coco， 第7名是钢铁安佛，第6名是玉安。第5名是空白，第4名是御饭团，第3名是命，第2名是西西，第1名是青野人。
现在就回来，对，来得及。我刚看到我手机开始卡了，对，所以我要赶快救助我的手机，不然我等下就不能用。还有天天，我要关播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就关播小盒子是吗？你要关播小盒子吗？上庭二阶。我现在是主播是礼拜六，礼拜六。我说完重复三遍，原来是礼拜六很重要。刚去秒收集勾勾回来的，知道吗？恭喜抢到勾勾啊！对，礼拜六是几点？七点。希望有空。啊！我不要。是谁？哦。人家有上这种，我就没有嘛。去女朋友，那我要挂播了，那就不能来啊！大家都这样吗？你们，对啊，好像也是哦。天天都，怎么了？你在笑什么？下次见。这个人都留很长，但要封锁他吗？谁？要封锁谁？拜拜。你说好了，今天回来，好的，大家要早点休息哦，免费的，没事，天天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手套拜拜，还有谁，大家拜拜，我看到就说拜拜，田中帝王拜拜，钢铁拜拜，浩一拜拜，千里拜拜，还有谁，最后三个，新野人拜拜，张卡拜拜，One more，阿龟拜拜，好的，大家晚安。